你知道吗？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1块钱以上的活动不要叫我。今天我们要来到 Seven Eleven 来买这一罐，就是特地为了这一罐东西，它叫 Ghost Pepper Spicy Chicken Dry Bag Noodle。所以我来买这一罐东西耶，就是来挑战看它能多辣。然后等下会跟一位特别嘉宾啊，我不要讲是谁先，等下我们会一起试吃。哦，这位就是我的嘉宾了，今天 Jonathan。Hello.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试吃。哎呦，我很饿嘞，你自己吃吧，可以没？先走一杯吧，喂。我们 share 啦。可以啦，可以啦。来，给你们看看一下。放心，有我。可以，不用紧，吃看先。我吃吃看啊。到底有没有这样辣？我有点怕，我看到辣椒。OK。你看哦，是借流汗了，而且不是热，你知道吗？我这里面开着 aircon 在录着，我人就在流汗着。我真的是来试吃吧，来来来，哇，狐狸，来了的，来了，我一吃就来了。有没有啊？吃，吃完啦、啊？啊，吃完，应该不会辣啦哈、哦。啊，不会，吃。OK，no problem。来，吃辣王者，给他吃。辛苦我们没有拍下去啦，如果拍下去的话应该拍到明天早上了啦，因为你知道他吃、是我还是你哦，讲好来哦。红沙姐姐好，红沙姐姐好，是我 sorry 啊，是我。OK， 如果你们喜欢这一个挑战的话呢，你们可以去参加，它叫 Can or Not Challenge。 然后这个杯面呢很特别，它叫什么名谣啊 ？Ghost Pepper Spicy Chicken Dry Bag Noodle 啊！如果你们喜欢的呢，记得去参加去试试看呐、啊。然后 Hashtag Can or Not Challenge， 然后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 ，Like Share Subscribe 一样。还有 My 频道，还有他的频道，然后放 logo 在差不多这边呐、啊，这边啊，就差不多这样。哎呀，然后我最后一句，我吃饭吃走就靠你们了哦，记得、啊。来吃饭呐、啊！要来吃饭呐、啊！我也很久没有吃饭，我懂。好了，影片就这样结束啊！拜拜，拜拜，走了，回，走了。哎，这黑面最后还是为了不浪费吃完，然后就好的，不垫手提点就可以了。也可以耶，最后还是为了不浪费吃完。